是不是？哎，婶婶你好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那东西看你看得起么的？老古董啊！哎，老古董，看你看得起么的？哦，今天下雨的。哎，内衣的。这么多啊！我好像那会儿贴啊，贴到过好吧？你那手老古董。你是哪里的？坐车过来的。我还是乡下来的。哦哟。这些都是一些正宗啊。嗯。还有啊。有嘞，人家蛮可以的嘞。嗯，还烧得好了。这个包做的没有开，没有拆开。那这边有些人光人家春节给屋头不就烧上了？那没有了啊。嗯嗯。还有一400，500嘞。嗯，一哦，你记得了500、是吧？嗯嗯，这些都是老年的正装啊，嗯，都是瓷的。好的好的，这个大一点，嗯，这上面都有金边，嗯，这个大的有金边，这里这里要把，这里少了一个，上面也是。嗯嗯嗯，那鞋子搞碎的，漏了一个。鞋子打碎了，拿了一个，嗯，这个都是金边的，嗯，看一下这种大的是大概是，嗯，大的也60，下面都有字的，江西革命委员。徽宗68年，这是圆桌的，没有开封的，没有动的。越给你做个应该贵的吧？先看一下东西。这是老年的正装，上面有字啊。在浙江农村市场，主席在浙江农村市场，主席在延安机场。主席在成都，主席在安徽工厂市场，主席在天安门，啊，这个就没有必要打开了。嗯，打开的话说的就它容易挥发，用袋子装就不会挥发。嗯，急了。主席同志在武汉，主席在延安，啊，这个延安的多一些啊。这个包着的就齐的。这尊严。青年的时候在长沙啊，主席同志在长沙。哦，都有这个字，东风万里，走在农村，农业即解放，祖国繁荣。嗯，这个都还保存的蛮好啊，这个都是没有开封的。这个小的只有40啊。这也是老年时候的一种老年的啊，江西，这个都是江西景德镇那个68年生产的，嗯，都是瓷的啊，这都是瓷的，差不多这一把跟这一把差不多，哎，这一把就没有那个，这一把就没有，哎，没有金边，没有开金边，哎，这个金边，这两把开了金边。嗯，这个一把里面两个啊，嗯，这个都是江西革命委员会的68年的啊，嗯，我们格式区的，12345678910，12，1234，那是，12344，12344，这里这个12346。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个，嗯，51个，嗯，59个啊，这里整个是59个啊，嗯，是吧？嗯，12345，48，嗯，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个，这个你要多少钱卖？东西都完整啊，都是你打开区域就多少钱了？像这种正常的话，我收过，品相。
因为你这个品相好嘛。嗯。我给你出45块钱一个。45块钱一个，能不能加一点了？搞50块钱一个就。像这种小的话，50块钱够我就亏了。大的话，50块钱够还可以。多挣一点了，修的时候挣一点嘛。50块钱一个，就是五六三千，290050块钱。哦，3000块钱了，这是卤是吗？3000块钱个整色又一家。哎。加了又加，加了又加了，没事的，你是老板，我们反正老板也拿生存的了，是吧？老板也拿生存的了，葫芦葫芦嘞，没事嘞。啊，等于59，贵就是算了60块钱的钱去了，就是等于3000块钱啊。本来只有2950块钱的，那我就给您3000了，好吧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反正我主要看的。再好一点了，我们都搁着你，都在外面去都挣一点了，努力在里面的贡献一点了。那我就给你6000块钱了，啊，3000块钱60个，好，算了60个的钱啊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可是我有50块钱一张的嘞。50块钱一个，你昨天有了，肯定有了，都花掉了，我们这两年就那样，拿着去挣钱了。我也是农民嘞。你也是农民，反正你底价也到了，罢了。不去了，50块钱去了。好嘞，感谢，那你身体健康，好。